还有三分钟开奖啊，现在是四分之一的中奖概率，一个飞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直播间1000块的抽奖了，给我抓上去。哦哦哦，敌军还有30秒，让潘森走前面，死也是他第一个死。自由的前提是完了，学错技能了，没学抠。哎呀，这什么手啊，这现在呀，这是怎么还学了个 W 呢？谢谢学雨雪的飞机。好家伙，我直接好家伙。啊，两分钟开奖啊！现在是五分之一的中奖概率。在黑暗中待久了，看哪里都有怪兽。最近的飞机好像没什么人抽了呀。没事，盖伦并不知道我们学的是八不能技能。猎杀是我的硬件本领。盖伦人呢？一下。点点发现目标，滚点，少耗多少血的盖伦一个兵不吃，那就别吃。好，要不就洗了。一下这把打完吧，强制覆盖激活，滚点，学个一技能，还有一分钟开奖啊，是一分钟吧，我看还有40秒开奖啊，一个飞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了，现在是六分之一的中奖概率，谢谢金姑姑姑姑姑姑姑。盖住人了，明个道。我被再造的木星简直不反抗的仪器。还有20秒了啊！点，点滚，点，点，点滚。在这场联军还存死。点，点，点一，点滚。点，闪现点，原子弹必将结束。忠诚是原计划没能执行的。他带的是传送吗？啊，他带的还是点燃。这次交火将迅速升级。干啥呀？点点点！我知道真相。点这俩兵都没补到。点点点点点点，他真能挺啊！是我觉得挺不住。来巨魔了，我一看这样啊，就是来巨魔了，溜了。
进化谎言背后的真相。你下次要是再把袜子随便扔，你就自己洗吧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Enemy double kill. 我再给你滴滴尿。我不滴了，喝给我当汁儿。怎么还剩这么多？一会儿再滴吧，我上线了。我的车！刚才确实是瞎了，我都看不见多少血。我最不怕的就是你夜了，所有恶意弹傻个眼儿。点点点滚一响，点点点带盾，点滚点点点点点滚点点。哎，你俩真是，是我干咳你俩，还是你俩干咳我？嗯，中奖都下播以后发奖啊。别着急，点点点滚！哎呦，玩个游戏真难。尽力。算了吧，回去吧。不妥协的行动必将化作结果。科技不分善恶。只要塞拉斯不来就没事儿。那巨魔来没啥问题。这盖伦啊，真是的，真是太猥琐了。那塔下一个兵也不补，我就退线了。他要么站塔下让我杀，要么他就别补刀。你没完了是吧？有完没完啊？中路线不要了。
诸葛桃里边待着，大概是早点闪好了。哎呀，闪慢了，薛飞是有点闪慢了。他拿了吗？艾克来挺慢的，刚才。不是我上头了，那我不把他不得把他俩给留下来吗？那艾克给我点信号，他都要到了，那准得留他俩呀。炮车我打哪个你打哪个，你要干嘛？我看你还挣不挣一笔生。出个蹲弓吧，那塔都不要，那人你看就硬往上跑，军线也不要，塔也不要，硬往上跑。该咋了？这不全死了吗？他们家为什么会有？会有潘森呢？我寻思那潘森不我们家的吗？这波怎么能没打过呢？四打四吧，对呀，这四打四怎么能没打过呢？对面小炮没来呀，先来个盾弓。
你跑什么玩意儿了呢？不好意思，我队友来了。不好意思，我的队友来了。刚才是谁的眼儿？应该不是婉豪的眼儿。刚才不是巨魔，就是塞拉斯的眼。啊，要不就是寒冰的眼，不是塞拉斯就是寒冰的眼。刚才，但应该不是塞拉斯，应该是寒冰的。因为啥呢？因为塞拉斯如果看见我，这就应该上了。这小子是不会怂的，他见着我跟见着他爹一样亲切。中路先杀这寒冰，那必须得杀个巨魔。下路艾克能玩过他不？你两件套怕个一件半的盖伦啊，兄弟啊，那不随便打的吗？你可是太弟弟了，我一看点点点，还得往哪跑？哎，飞了。可以杀巨魔啊！原来我们家还有个小炮呢，我都给忘了这人了。上墙点点，你真敢上啊！他跑了算了，不杀他了。我本来想硬追着塞拉斯的，以解我心头之恨，你知道吗？但我想了一想，还是这边的人头比较重要。你蛮些，你怕啥呀？红 buff 有没有？同样俺们都是 ADC， 你说谁拿不一样的？那家里头不还是得有人拿吗？你给我，你去拿家里头那个多好。哎，真是。行啊，行。
我五五四也配怎么的？我五五四300块赏金，他们有赏金吗？赏金没了，哎呀，换个破败吧，攻速有点慢，稍微。这波进野区吧，那野区没有人，他们不可能来野区。你塞拉斯都残了，他们还能来野区打吗？我发现我就得杀着塞拉斯，别人都不能杀。就杀的塞拉斯，别人不杀，可以。你们推中，我去打蓝去。没有蓝，我打家里头去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n inhibitor.1980，要不要回家？这是一个问题。点点滚点，滚点，你们往里进呢？点点点，滚点，开盾。这虚虚环境可不太行。哎呦我操！
正好我往左边滚，小炮一个推把他推过来了。绿叉呀，我想出羊刀。不对，我来个羊刀。怎么羊刀怎么没用呢？羊刀塔没了，我来个羊刀怎么没用呢？羊刀出完出绿叉呗，再出件右装。原计划的谎言是缓慢的死亡。羊刀主要要他那个特攻击特效，我感觉这波一个打五个应该没啥问题吧。真能追呀！投降了，行吧。